是我的家，山下河水哗啦啦，山上有宝塔，有一种花儿种在我的家，生在黄土山坡坡，活在山洼洼。怎么了？他有老婆了，他不要我了。顾雷军，你先冷静啊。他被抓了，他们说他是特务。苏苏，你听我说哈，作战部队不会随便乱抓人的。到底什么情况？我和曹先生替你打听清楚了，打听清楚再告诉你，好吧？啊，你先冷静冷静，先冷静。啊，但是话说回来，我还是要批评你。自从你找到阁流金以后，心都飞了。刚刚定了保卫原则。不可以这样三天两头请假，说走就走。别的保育员怎么看？工作还要不要做？不管怎么样，要罚你今天开始值夜班，好好反省一下。葛留金的事情，我们帮你打听，打听完了告诉你。啊，不许再闹情绪了，去吧。不许再不请假出去了啊！值夜班的时候，我们俩轮流看着一下。葛留金的事情，我想想办法，问问看到底怎么回事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嗯。哎，来，我给大家带了点吃的，都来尝尝。还有这好东西呢。哎，还有这个，我路上还有这好东西呢。这都是我从家里边带的。哦，还有这个。油炒面，我路上都没舍得吃，从中央医院带的。来，在延安，这可是稀罕物啊！一看你们是上面派下来的，精神头跟我们都不一样。我在河北老家是儿童团团长，可惜后来暴露了，鬼子杀了我两个小伙伴，组织上就派我来延安了。女娃长得多俊，你多大了？我16。你呢？猜猜。22。那个你是陕西来的吧？啊，对。那你家里头还有啥人呢？没人，就我自己。来吃东西啊，大家，大家吃，大家吃，来吃吧，我摘的。吃完了，我们玩抓特务的游戏吧。好。小金、小胖，你们几个在屋子里面，我们在外面看守着你们。为什么要看守？因为你们演的是特务啊。你才演特务呢。我们不演特务。对，我们不是坏蛋。不演特务，你们可以抓我。我们才不跟你玩呢！对，换你的地图去吧。特务都是咱们演的，不是真的。就是，特务都是主要的，你不能演。看特务的还有一条大黄狗，不演大黄狗。去去去！就因为你，我们班
才拼不上模范。你啥时候不尿床了，再让你演特务，知道了吗，管管？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？管管，是不是又是你？管管，靠边去。其他孩子都去睡觉，还吃？别吃了，别吃了，睡觉。哎，管管，你今天晚上去别的窑洞睡觉，我看你还尿不尿床。走。妈，啊什么啊？你自己一点感觉没有啊？你这段日子准不准时？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我这段日子我真忙啊，我都忘了这个茬了。我，哎呦，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。什么叫真是啊？就是怀孕了。哎，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老张啊！我怎么还能怀孕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还是得注点意啊，快40岁人了。老张要是知道，高兴坏了。我听说，老张要去学习啊。嗯，这两天忙着写检查，心神不宁的。不会有事儿吧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把问题交代清楚就行了。你不担心啊？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又不是他一个人，接受组织调查，说清楚就没事了。倒也是。大会小会上都说了。这次集中学习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党内团结，让大家一定要正确对待。成前毕后，治病救人道理都懂，可摊到谁头上，谁心里别扭。老李没有问题吧？他的入党介绍人有问题，他也……不说这些了。治小孩尿床的药，你真的没有？哎呀，刚才不说了吗？尿床没有特效药。哎，你问问副院长，没准中医有什么偏方。行，我去问问他。但是我们保育员的课，你给我上点心啊。时间你定，我们配合你。啊，我走了。哎，嗯，我刚才说的话记住了没有？什么呀？你说的。不能沾凉水，不能干重活。别到处乱跑，我哪样做得到？哪样都得给我做到，我尽力。走了，说到做到啊！表现不错啊，哎，起来吧。今晚跟我睡啊，不怕。我长那么大，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小孩还尿床，再尿我揍你，信不信？素素，你看看你，当着我的面你就敢动手，你这样吓唬能有用吗？关关，
你今天又尿床了是不是啊？嗯，是不是水喝多了？没有啊，睡之前刚尿了呀。那以后晚上吃完饭以后，就别给他喝水了。不喝水啊？啊，你先试试看嘛，少喝一口。还有，你半夜要多起来几次，多看看他。你睡得跟猪一样了，那孩子尿床你能知道吗？你要动脑子，多想一些方式方法，不能光跟他吼。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啊，我找你有事说。啊。我先走了，你等会儿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孩子晚上如果尿床，你就不能闷头大睡，你得多起来几趟，在他尿床之前你就喊他。我起来看他的时候，他都不尿。他都不尿，你就叫他尿嘛。他不尿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没办法了呀。他不尿，你叫他起来尿。他尿完了，他不就不尿床了吗？这简单道理还不会，你要多想办法。周泽刚，嗯，尿炕的事情，咱能明天再说吗？嗯，我走了，我知道了。晚上别睡沉过去啊，一会儿我去找你啊。嗯，走，乖乖，去吧，跟苏阿姨走。那你今晚跟丑妈妈睡好不好？你等着我啊！好好好。管管，你今天跟我睡好不好？好啊。笑什么笑啊？严肃点。周泽刚，我对你有意见。三年了，你还过不过了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知道你干托儿所忙，可你再忙，你也是我张静平的老婆，是不是？你该做饭你做饭呀。我怎么没做饭了？该收拾你收拾呀。你有毛病啊你！你不回家我不怪你，咱们家的锅你不能拿到托儿所去吧？你还过不过日子了？别笑，张静平，大晚上你跟我来说锅的事情，你怎么了？你一个人在家用不上，吃食堂好了，锅我拿过来，给孩子们用，跟孩子们抢什么呀？是不是，管管？你先别跟管管说，我问你呢，我要紧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你说，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，来的正好。那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说吧。你说。管管，你说谁先说？我先说呀。说吧。我有宝宝了，三个月了。真的，你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食堂的伙食不好，我想吃你做的饭了。我给你打洗脚水去。妈妈，你有小宝宝了，你都听到了。以后我保护小宝宝。好，管管保护小宝宝。那小宝宝尿床，大宝宝能不能尿床？大家听我说啊，毛主席可指示了，让我们保育员都要学好文化。我编了首新歌谣，先说给你们听听。嗯嗯嗯，长指甲黑又脏，里面能把细菌藏。剪指甲洗洗手，消灭细菌保健康。好好，这首歌好。
明天就要盖大班厅。毛主席来的时候，咱们唱唱。我也编了一个。您听着，调皮捣蛋，送到冰山，冰山不要，送到瓦窑补，掏炭。你别说，于德这娃娃说的还挺雅韵的啊。这也叫儿歌？那哪会一大扯？下雨嘞，冒泡嘞，王八蛋上草那嘞。婶儿啊，咱托儿所净唱这些歌谣，还能不叫人笑话？哎，是是，哎，要不再换一首，换一首。啊，成。小小子坐门墩儿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。图啥？好热闹啊！一进大门我都听见了。哎，副院长怎么来了？咱不是有几个娃娃尿床吗？我呀，给你们做个偏方啊。来，你看，山芋熬粥，核桃煮水给孩子喝，就治娃娃尿床。呀，副院长同志，这深更半夜的你跑过来，就是为了给那尿床的娃送几张偏方？当然不是了，还要通知你们丑所长明天呀，到咱们边区的政府教育厅去开个会。哎，丑所长呢？太行，眼睛闭起来，小朋友都睡了。你坐下。我问你，今天丢不丢人？被小朋友告状，告到毛主席面前，告到朱老总面前。你闪干宁第一人啊，主席怎么说的？每个孩子你都要尊重他，你尊重他，他就尊重你，他们都有自尊心啊。我叫你想方式方法，你想出体罚来，你太能了，唐苏苏。看我干嘛？你臭骂，我知道错了。那我也有自尊心啊！你打我、骂我、吼我、罚我扫厕所，你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啊？我吼你有用吗？啊，你告诉我，我吼你有用吗？我吼你有用，是不是我就不吼你了？我吼你800回，你都不改。唐小姐，你是每次都是虚心接受，坚决不改。你这个脸皮啊，现在比城墙拐弯还厚，还好意思说呢？当然了，最近整体来说表现是不错的。这点要提出来，不能骄傲，听见没有？那我们家葛刘进那个事，你打听到了吧？进没进来？葛刘进的事情，我打听了2回没有结果。你也知道有纪律，不能随便打听。你要相信组织，啊？那他老婆会不会真的是特务呀？那他要也是特务怎么办啊？他万一是特务，你要跟他划清界限，不能姑息。但是我相信葛刘金同志，我相信他不是特务，你也要相信他，也要相信组织。我不要出去，葛刘金是我丈夫，我要见到他，他到底怎么了？啊！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。赶快回去，别在这儿闹了。我不，我今天非见到他不可，让我进去。再闹，关你禁闭。
曹先生，眼看就要过中秋了，你说节咋过呀？他给咱布置任务了，说得想办法给孩子们过中秋节打月饼。打月饼？咱连白面都没有，怎么打月饼呀？丑所长会想出办法的啊。曹阿姨，哎，好不好看？送给你。谢谢，真好看。来。上课了，咱们这边坐着啊。曹阿姨，我们说吃月饼。月饼啊，嗯，等月亮圆了咱就吃月饼。好，阿姨，我妈妈说丑妈妈会变戏法，她能给我变成月饼吗？丑妈妈呀，丑妈妈会给你变出来一个小宝宝。走走走，去上课。赵所长，你这是干嘛去啊？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沈护士长交代了，你现在这个情况不能乱走的。我没事儿，我没这么金贵，没关系的。不行不行，你这万一你快生了，你说我不能让人出去。我这样，我去透透气行不行？我晒会儿太阳啊，我不跑远。啊，那你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一会儿就回来啊，别太久啊。嗯。素素，你姓葛嘞，真嘞把你给甩了。这么良心的，要我说呀，哎，别等了，素素，就你长得这模样，那在延安，找个啥样的找不到吗？哎呀，胡说，别瞎掺和。都是公家的人，他葛六金怎么说变心就变心呢？这不陈世美吗？那陈世美还有包公管呢，咱不怕，咱有组织，组织上得管。所长说了，他管，他找他评理去。啥？所长？嗯。哎，他咋管啊？所长他自己现在都是够不上自己了呢。团长，我是中央托儿所的仇子刚。前一阵子我们这儿有个保育员在你们这儿闹了些不愉快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哦，你就是仇子刚啊？啊。你们咋还来呀？哎呦，您别生气啊，我是特意专程过来跟您道歉的，这个事情是我们不对。我这个快生了，谢谢。哎呀，你部下的人啊，的确是要好好的管理管理。是是是，年纪轻轻的，非说是郑连长的老婆。他们呀，是结过婚的，在老家。你咋知道的？我听唐素素说的呀，听说的没用，要实事求是。事实就是，郑连长跟铃兰人家是两口子，人家二人在重庆做过一段子时间的地下工作。事实是唐素素在葛六金，就是郑连长投入革命之前，他们俩就好了。听说，郑连长不承认这个老婆，那就是说要解除包办婚姻啊。您刚刚都说了，听说的不管用，要实事求是，咱们要摆事实讲道理啊。我跟您说啊，唐素素千里迢迢到延安来就是为了葛六金，你说我作为他的领导，这个事情我不好不过问。那现在郑连长在收押着。哎，郑连长不是在收押，是关禁闭纪律处分，你懂吗？啊，这个我懂。你们看见你们丑所长了吗？啊，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这都要生了，让他别乱跑，还乱跑，看都看不住，快找找。哎，你们谁看见丑所长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
哎呀，这丑组长真是的，这时候了还说要找什么领导，这万一生在路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啊？哎，我知道丑组长在哪儿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哎，唐素素，哎，宝珍，这个我知道，带兵和我们带保育员其实性质是一样的，都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。嗯，有。郑连长啊，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了，但是必须得杀杀他的脾气，派他到底下的镇里啊去征兵了，明天就回来。明天就回来了。嗯，那行，那我就放心了，给您添麻烦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沈主任，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生？人家是大夫，当然知道。那要是在外面可怎么办啊？你还问，还不是因为你？要不是因为你的事，所长能从医院跑出来吗？那得快点。好，快走。刚走，他说什么了呀？你们有个好领导啊，明天郑连长就回来了，明天你们再来啊。还不快谢谢团长。谢谢团长。别难受了，他不是明天就回来了吗？看你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？你又要干啥去啊？我不能欠丑妈这份人情。哎，等我。哎呀，这白面、核桃，还有这大枣啊，好找。红糖呀，实在是不好找呀。红枣、核桃、白面，这么多好东西，谢谢你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走了。哎，好好好。谢谢。哎，没事。大叔，咋了？你还有糖块吗？糖。我买。嗯。我掏钱买。不是，这……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你先拿回去吧，这点钱买不了啥。你看这个成本，这……别想让人看见啊！走吧。谢谢。哎，没事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
镜怎么没了？啊，眼镜没了，这可不好背啊！爷爷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啊，月饼模子。月饼模子是做什么的？打月饼的。爷爷刻的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都去吃饭吧啊！吃饭去，快去！来，你。老罗叔，你拿的啥吧，叔叔？给。白面。嚯，真有你的啊！哎。快去，多打点水。去啊！今天能吃上月饼了，快去。好嘞。娃娃们，可好了啊！哎，咱有白面了。今天晚上老罗叔呢，给你们打月饼，好不好？哎，还有啥？你看，你去见老张了。嗯，说上话没？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见着就好。嗯，你呀，应该也去见一趟你们家老李。我觉得老李要见着你，能踏实些。我就不去了，这年签还没做完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我爸去了，给他惹麻烦。怎么会惹麻烦呢？你要是去了，只会增加他的信心，让他在里边好好接受调查。你不知道，我一直连入党申请书都不敢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，我爸去了拖累他，所以啊，我得更上进，更积极，更努力。小沈，我觉得你多虑了。主席都说了，现在主要是看思想觉悟和你现在的表现，成分是次要的。我再想想。啊，对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姐姐睡觉了。嗯，不对，娜姐生病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知道，她爸爸是镇安医院的院长，她当然知道啦。不信你们摸摸看。三早的时候被风吹着了，着凉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来给娜姐治病吧。为什么呀？太笨，你再说为什么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为什么不跟我好？老张，李红糖。哎，陈主任，你的袋子呢？什么袋子啊？你拿什么装啊？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哎，这不有份报纸吗？这是今天的《解放日报》，我还没看呢。老张，算我借你的，回头我还给你。这，帮帮忙。好吧。谢谢你了。
通堂。这么多，哪里来的？我攒的。我替孩子们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这都要生了，忙前忙后。这就给孩子们做月饼去。你慢点，这都要生了。哎，包。哦。慢点啊。哦。都过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！娜娜的病还没好，我们大家得为她做点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是。我们让丑妈妈和阿姨看看，我们也能做点事情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去给娜娜姐做病号饭，好不好？好。跟我走。回来会不会骂我们呀？不会不会，罗爷爷会给我们打月饼，我们给娜娜姐姐做病号饭，罗爷爷会夸我们的。我们自己开始找吧。八十八，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文化不高，所以他特别喜欢那种文化比较高的这些人。像那个对这些有知识的人呢，他特别尊重。沈月辉阿姨其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。我觉得分歧肯定是有，跟我妈之间要是说有些意见不同，也就是说呢，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的一些小的摩擦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大。一天教你一个字，教我一个字。我也没纸啊，那时候你说要个看个本书啊，拿张纸啊，那可太难了，没有，那时候好穷的，没有纸，没纸怎么办呀？人家给我写在手上，我一会儿看看，我还在撞上的手，就在原来土壳了，你们叫什么我不知道，就那土块，就那土壳了，在地下写，这么学的字儿，所以那时候那个一面看着孩子，一面呢。就得有时候学那么一个两个字儿，才知道我首先学我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写。对，三小就学上了，三小就学写，有老师呢，教我们一个无教员，教我们学文化，啊，专门请的，因为这些人都没有文化，都没文化，都要开始要学习。唱支山歌给大。我把当来比母亲，母亲只生了我的身，当地光辉照我心。把当来比。